玩特集，時間1:07。放嘅假都已經放完啦，聽日星期日4月8我可以話最後一日放假。係因為你掛住啲功課做曬未？因為基本上你成日都話放假最大咩節，最大嘅一個活動就係而家留喺屋企打機，做住宅男先。但我唔同話俾你，因為我喺呢度話成日悶悶地又話出去行。這個 UOP server 咧，即係琴日話最少24分鐘。我發覺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呢個 server 離親嗰啲人永遠就喺我入玩日頭玩嗰時候，永遠就離緊日頭玩嗰時啊。琴日嚟咗兩個，唔知今日嚟咗幾多個。成日都話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我玩親南沙之集，都會有人，都總會有人入到嚟。因為在一路年暑假的時候，成日都話有人入到嚟嘅，連續玩幾次嗰時有隻即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人們會這麼好運，即是你說 Battle 1就有三個戰鬥包，一個就是普通的戰鬥包，一個就是這個優秀戰鬥包，最後一個就是這個高級戰鬥包，即是見到人家拿即是回合，即是拿到達到分數就會拿到一個普通戰鬥包。但我見到一個人的運氣真的太厲害，告訴你他玩了很多回合，然後得到兩個普通戰鬥包，他兩個戰鬥包都抽到這個什麼傳奇的 skin。 我想一句，有沒有那麼好運啊？又不見我有那麼好運。4月9日即是放完報紙假回來星期一，即是後日，即是這個又打 golf 的第二天，即是看法又不好像之前那樣戇居居那樣，不會等巴士等太久，然後準備搭輕鐵，即是那裡是輕鐵車廠，輕鐵站那裡輕鐵車廠啊。是要巴士的嘛，上次因為實際上你4點幾打完歌回來，即全班人都等巴士，即是等這個港鐵巴士，等港鐵501巴士，即是 A 班 B 班的人打完歌之後就當然回來等巴士。就見有些人即等巴士等得太久，所以就不耐煩等巴士，要等輕鐵。當我們到了拍卡即入閘的時候，剛剛見到這個501巴士到達了，即我心想你又不早點來，偏偏在我拍卡的時候你又來，我不拍卡你又不來，然後就說你經常都不去等，反正你拍到卡每天出閘嘛，收了多少錢好。
即係借話自己蠢咗，唉，食屎！啊，啲人即係話放部折架翻嚟之後調位，就我唔知係咪真嘅。你到時又話唔好調住，即係話你考完試先調，又話遲啲啊！如果你話考完試先調，真係話遲咗。因為考完試先調，可以話你係你中係中學係中四裏邊最後一個禮拜，甚至可以話。你就嚟已經，你就嚟讀完中四，讀中五嘅，你對咁耐先調。你好似幻想一下，即係我教中三有三個期，即係調三次。但調三次，偏偏第三次我調一年都調得好柒，即係點解？因為我坐咗女仔好多，佢坐咗女仔嗰邊咧，佢調我調得咁白突突，調人調得咁靚，偏偏係合歧視我笑話。我真係想問一個問歧視啊，過關。你歧視就直接講啦，不如使鬼收埋。即係其實成日就話調位調得，即係話我先先調，都係因為咧，之前呢個祈禱會，即係我次祈禱會，即係三月二十祈禱會咧，喺凌即係喺夜晚，唔係即係喺前夕嗰陣時，即係今晚就提過咧，話星期三即係三月廿一號翻嚟之後咧，自己調。後屘原來老師就話唔調，因為我去生日啊，我請假嗰日去喪禮嗰日咧，我就問我 friend 嘅，就話點解唔就話有冇調位？佢話冇調，因為佢話復活節放假翻嚟先調，但係成日調位都冇用，因為點解？你調位都拗唔掂咧，不如唔好調。真係咬唔掂，話俾你聽，好難咬死。終於知我最期最想期待就調位啦，成調身位都調到最後，即係唔好話高一定企最後，即係坐最後咧。但係邊個高坐最前？即係高，即係生得高永遠唔著數嘅，就永遠坐後面。因為基本上你如果坐前面嘅話，矮嘅矮啲人睇唔到嘅。但係冇人調得咁過分啊！睇法真係退休嘅，我屌，你再嚟。